我是本档接档的主播小木木，欢迎大家来到这是二，自己喜欢主播的自己点主播的关注。喉咙贼不舒服。手机用户在左上方，然后电脑用户在右下方，直播通知我点一点就 OK 了。然后今天签到的哥哥帮忙签到一下，没有签到对不对？你签到就签点一下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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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我点一下爱心哦。啊，谢谢啊！我身体不舒服，然后就唱一个歌，跳了个舞，算了。谢谢。光阴一梭一梭，才去解锁去。这个麦怎么这么矮？是我太高了吗？这一段锦绣本是冰凉的双翅，难寄托这相思。兜兜转转，朝花夕拾却一迟。寻寻觅觅，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往事，欲言尽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。喜欢主播的字点点主播的关注我的视频。转转朝花夕拾却一迟，寻寻觅觅醉生梦死又一世。还记得前生往事，欲言尽无词，恨对面不相识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彩蝶花千字赋，就将寸此丝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我愿化作望断天涯那一方青石，篆刻心头是你的名字。轮回彩蝶花千字赋，就算寸丝丝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剪不断，共缠绵生生世世。唱一个歌下来没有咳嗽，要咳嗽就很尴尬。喜欢主播的自己点点主播的关注，然后咱们打个广告，992现在长期招收那个场控，想做场控的兄弟可以那个联系一下，四号码，一好了没哥哥们，四号码、五号码、黄码，然后私聊一下说啊，我想做场控。啊，我想到后台去看小姐姐换打底裤、换衣服。啊，然后下面就给大家跳两个舞。
那还有五分钟。还有一个舞，然后大家不要来看992，接下来是露露给大家带来精彩的表演。喜欢主播的可以点主播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然后手机用户在左上方，谢谢哥哥们。他最后一个舞吧。
空哥哥，我还以为你私聊我干嘛来着，我还以为我犯啥规了，结果你给我扣个色色的表情。喜欢主播记得点点主播的直播通知，电脑用户在右下方，然后手机用户在左上方。好了，我好喘。然后下面是露露给你们带来表演。记得想做场控的哥哥可以私聊一下四号麦、五号麦、黄马。我头发好乱啊，天哪！然后我就下去了，然后咱们明天再见吧。你看我多么缺乏安全感，我一直抱着这个麦，生怕它掉。我的宝贝，我的宝贝儿，明天再见吧，拜拜。怎么还不下去？